走，我们去那个修一下手机去。手机这个问题，我一直得想解，电池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有的时候你看导航看那么几下就没电，就摁那么几下就没电，所以说我们得去，换一块电池吧。把这行李卸了以后再骑这车是感觉挺奇怪的，呵呵，芒康啊，应该是云南的车是不是都走这个滇藏线过来的啊？滇藏线24，我们现在可是在西藏啊，这边海拔也得3000多啊。江卡西街，看好了，再往前走，还得往前走。那里面的山嘛，有点冷了。芒康的这个出租啊，是这个是绿色吧？绿色和橙色的这个相间的一个颜色啊。我去，一会儿上来我们得爬回来，爬坡爬回来。冷了啊。刚才出来挺暖和的，这一路下坡，这一会儿回来就得一路上坡了。